为我们颁发十二宫女女子组的前三强。来，我们距离拉开一下哈，来，第三名郑培瑜成绩55分57秒63，跑不完哈。接下来第二名黄冠霖55分28秒15，灭林萌萌。女子组十二公里，来，来，我们到这边，来到这边，嘿，第一名在中间哈。女子组十二公里，第一名杨瑞慈，成绩53分51秒07，恭喜！来，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恭喜女子组十二公里的前三名，掌声鼓励！哇，非常的不简单。好，瑞慈，你是个人组来参加的嘛？哈，个人组参加，你现在是高中三年级，你是嘉义高工。嘉义高中哦，嘉义高工，咱嘉义的住在嘉义市吗？住在嘉义市，对哈，第几次参加虎爷杯？第五次呢？哇，你从小就很喜欢路跑哈？还好，还好哦，被逼的。第一场就是金虎爷哦，第一场的路跑就献给我们新港奉天公的金虎爷，掌声谢谢他，谢谢，也恭喜他获得十二公里组的第一名，恭喜，谢谢。